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野生战争模拟器，野生野兽战争模拟器，我在讲什么？好啦，那我们上一期呢玩了一到五关哈，我们这次来玩六到十关，看看这个游戏到后面怎样一个神展开吧。好，上一集呢第四关还是第三关是玩足球比赛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我们这次来看一下六到十关到底有什么可以玩啊？啊，六到十关。乍看之下好像是犀牛，对，犀牛跟那个狼狗是不是？看不太清楚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哇，这个游戏只有三十关哎、欸，小时候可不可以到时候出多一点？我觉得这真的蛮好玩的，也是在有资金的情况之下，你看只能花1500。哦，那在场地在沙漠，花1500杀掉这些美洲狮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土狼啊，那土狼在这边，那个叫什么猎狗啊、哦？那叫猎狗，然后这是鳄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只鳄鱼，七只鳄鱼，七只狮子，七只猎狗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只有1500哈，我们要怎么办？叫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出场吗？啊，这只是腊肠狗。啊，我们不要叫腊肠狗好了，叫什么？袋鼠，袋鼠多少钱？其实还好，1500嘛，叫一只800的，我们叫一只大象出来。啊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给大象装一下装备。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哦，还有熊哎、欸，贝尔。来来来，单挑单挑。哦，我就不信，熊大军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哈，河马哥，这是什么？犀牛，犀牛，来啦，单挑啦！不对，这样子我们就没钱了。我们要帮我们大象装一下这个前面的那个机枪。好，我们还有个20块钱啊，20块钱叫一只没什么路用的山羊好了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 ，Go！ 火焰山羊烧爆他们！哇！相扑选手，你看那鳄鱼那个嘴巴好恶心！哇，拜尔！又是马赛回旋攻击了，哇，回旋之力啊！哇，我们的大象好强啊！赢了吧？哇，果然赢了，还好，还蛮简单的，我们就这样子顺利的过了一关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七关，这种东西。为什么第七关是这个啊？两个柱子是魔术方块吗？什么？我们的战队这怎么打、啊？350要把这些箱子全部打爆，是不是？350啊！我们用恐龙看看好了。恐龙只能用这些、欸。哇！那我们全部都用 reporter 啊，全部都迅猛龙啊。这不是迅猛龙这迅猛龙啊！哇，把咬掉了啊！在时间之内把他们全部咬爆啊！哦，加油，猛龙哥哥！我要扮演迅猛龙，咬爆你们！为什么我还会扣血啊？为什么这箱子有攻击性？是不是？赢了吧？也太简单了吧！也太简单了吧！好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过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到下一关，第八关，美格龙大军对抗我们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玩六到十五关这过得还蛮快的啊。这个简单1000块，美格龙大军，这不太简单了吧？后面这是什么？哇，可以放这个、啊，可以放这个、啊，哇，炮台这一架多少钱？500，放两座好了，好。上！咚咚！哇，要被咬爆了！哇，爆了爆了！啊、不行不行，输了，哈哈，打不赢，啊，太强了！这行不通，这行不通。我觉得我们要体型大只一点的那一种。这50块不要，斑马不要，火鸡啊，这鸵鸟。鸵鸟大军，其实我们用这种大军类的方式，应该就打得赢的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鹏鹏，鹏鹏，你在前面、啊，鹏鹏，
各种蓬蓬啊！哎，蓬蓬，蓬蓬，你这样不优啊，蓬蓬！上啊！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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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哇，好残忍哦！全部都没克，你等一下还来啊？那不是没了吗？总共要来几波啊？我还来还来！我那个了。还没打完啦、啊，应该又来一只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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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赢了，结束，啊，鸵鸟装没事的离开有没有？无眼呢、欸，哇，我们看下第九关，装炸弹的山羊跟河马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自爆部队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这是怎样啊？这是打那个橄榄球的地形是吧？我们来试试看要怎么玩、啊。自爆部队应该行吧？哎、欸，会自己装上炸弹啊、哦！现在这个模式是你不管选什么恐龙都会自己装上炸弹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我们全部都用美格龙，速度最快的那一种，速度最快的那一种，来来来 ，Go！ 自爆时间。爆了！凶残！啊，这不爆是怎样？滴！没了吧？赢了！哈哈，太简单了，以量取胜就行了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第十关超快，我们今天就玩到第十五关算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呢，机枪塔。跟那个类似碉堡类的，而、啊、且碉堡里面应该没东西吧，所以说没差、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今天的任务是要把机枪塔给清掉，是吧？那我们现在剩有4400，我们三只霸王龙好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再放？啊，不够哈，很简单啦、啊，就帮他们安上，帮他们安上去就好了。来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然后帮我们装个雷射好了，我还没有钱了，试试看啊，不管了，啾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要死啦，打不赢啊！哎，居然赢了，进来！哇，我居然赢了！哎，你好，霸王龙也死了，啊，谁开枪啊？没有死，我们输了！哈哈哈！不行！哎。这个是狼群，火焰枪好像比较强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这样没钱啊，装一装都没钱了，多少没钱啊？没关系，管他去死了。月月，哎、欸，那月月走路前脚不会动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要看月月走路前脚不会动的啊！失败了！赢了！好好随便，莫名其妙赢的。我只看到月月走路的时候前脚根本都不会动，他只在动后脚跟而已，太扯了！哇，这是那个无齿翼龙的大军，这可能就要空对空了。这个不能空对地吧？其实也可以啦，因为基本上空对地的话，我们就哎呀，只能使用恐龙。空对地的话，我们就迅猛龙嘛，然后帮他们身上装装备就好啦，这么的简单。哎，我们要16000哎，哇，为什么给这么多资金？给这么多？那 OK 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赢了啊！欸、不行，现在迅猛龙没有功能，那、啊、管他，试试看好了。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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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哟呀！砰！哎、欸，没打到，有打到就很爽。嘿嘿嘿！哎，剩下三架，来不及了，完了。No， 输了，你这个贱人，输掉了，输了，
输了，所以这是行不通的，把全部弄掉。来，我们来直接就给他装这个装备在上面好了。那我们的迅猛龙有射击的能力嘛？这样才是最强的，雷射。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Go！ 啾啾啾啾啾啾啾！哎，为什么不？为什么不往上射？射地板啊？这些迅猛龙有事吗？还射不到？开枪啊！啊！我死啦！啊，输掉了，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哎。哇，这关卡好久啊！看来没有办法6到15关了，我们可能这局玩完就差不多了，这太难了、啊。不行啊！不然全部都这个好了，防空塔好了，我们不要恐龙了，全部都是防空塔，是不是？再来一个500的，跟 ，fire！ 哇，这个火焰能，哇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欸，火焰能力，火焰枪真的超强的，马上过欸，哇，直接过欸，我的天啊，好笑哦。好啦，我们再玩这一关好了啦，我们今天玩到12关，今天玩到12关好了。你看，你看到这画面，一只袋鼠对抗一群北极熊，在冲啥？就是 Blue Brother on the Show， 什么什么血血上之秀哦，啊，什么秀之类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选一只。我们选一只 Doggy 好了。欸，这些 Doggy 自带机关枪，来吧 Doggy， 展现你的机关枪实力。那我要附身在他们身上。哇！哈哈哈！赢了，太强了吧！我都还没玩到欸。哎、欸，大哥，我还没有玩到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要啊，大哥。好了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就玩到12关哈，那之后呢，我们有机会继续把它玩下去吧。哦，应该是要把这个1到30关把它全部玩完啊。玩完的话呢，之后可能再会出一些对决模式吧。啊，这对决模式可能有机会的话，就会让你们向你们投票啊，向你们就是留言，看是说你们想要什么对什么啊，有的话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不好 ？OK， 那么今天这个野兽哦，野兽战争模拟器呢，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一样啊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按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啊。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然后呢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说出你对这游戏的看法，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啊。感谢你们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野兽战争模拟器再见啦，拜拜。